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修炼讲师高过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前面几节呢，咱们用了几节课的时间，咱们介绍了一些变量，对不对？嗯。其实呢，变量和变量的类型是分不开的，所以有变量呢，它的值咱们就得有类型。那 PHP 一个最大的特点， PHP 属于弱类型的语言。也就是什么是弱类型语言，它有多重要呢？ PHP 的语法只要是和别的语言不一样的地方，咱们都可以归功于它是弱类型语言。那我就说了，那它这么重要，跟别的语言区分的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弱类型语言。那么什么是弱类型语言呢？那咱就得先研究一下什么是变量的类型，对不对？前面呢，咱们已经提过，变量里边存的值是分类型的，对不对？就像咱说了，人分为男人和女人，还有泰国人，对吧？这就是一种类型，对不对？那咱们对于程序中用的变量呢，咱们有比如说整数有整数的处理方式，对吧？布尔型有布尔型处理方式，还有字符串，那后边还会学数组，对吧？这些呢都是不同类型的变量。那不同类型的变量就有不同的处理方式，也有不同地方的应用的场景，这就是变量的一个类型，对吧？那什么是弱类型啊？咱说这个概念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咱们有弱类型的就有强类型，对吧？强类型语言里边是这么规定的，声明变量之前必须先规定好变量的类型。比如说先规定，比如说在 C 语言里边，我先简单写一下这个，比如说 C 语言或者是Java 语言里边，如果在声明变量的时候，比如说 Java 里边先规定 int a 等于多少，那这个 a 是一个变量名，这个 int 是一个类型，我说的是其他语言，不是 PHP， 听懂吗？那就规定好这个 a 是整型的，那这个变量里边只能存整数，存十，听懂吗？我存一个字符串，对 ，a、b、c 都是出错的，听懂吗？而 PHP 里边，咱们声明变量的时候，前边用类型修饰符吗？不用吧，直接$a， 对吧？等于十，那么。弱类型，所谓的弱类型的意义就是类型是由什么决定的？是由里边存的值决定的。对，是由内容决定的。存十这个 A 现在就是整型，如果我存 ABC 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字符串，理解这问题吗？对，就比如说强类型里边，比如说咱们装水的瓶子是一个容器，也就是一个变量，对不对？如果在强类型里边，你说酱油瓶，对吧？那这个瓶子是先规定的是酱油瓶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瓶子里边只能装酱油，那对吧？然后你就可以做打酱油的，是吧？但是在弱类型语言里边，咱说它是瓶子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装水就是水瓶，装酱油就是酱油瓶，装酒就是酒瓶，装醋就是醋瓶。这个瓶子什么类型，决定于瓶子里边装什么，而强类型是先规定好它能装什么。只能装什么？那你想想，灵活度上是弱类型的灵活还是强类型的灵活？弱类型。对，弱类型的灵活，这是 PHP 语法上最大的一个特点。所以说，后期咱们学的所有的语法跟其他语言不一样的地方，你往底层去追究，都有可能归咎于什么？它是弱类型语言决定的。那咱们既然知道了 PHP 是弱类型的，咱就知道变量在赋值的时候，这个值一共分哪些类型？对不对 ？PHP 很好记，一口就说出来什么八种数据类型，八种数据类型。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 PHP 的八种类型都有哪些。
我们来全屏一下，看一下 PRP 支持八种原始的类型，也就是多不知道它多也不知道它少，对吧？你不能再自己造出了其他的类型，就这么多了，对吧？而这八种呢又细分了一下，什么有四种标量，那什么是标量呢？就是标准的变量，也就是最常用到的类型，就是标量，最常用的标准的变量。然后还有这个标量里边分为布尔型、整型、浮点型和字符串，对吧？还有两种复合类型，复数、复合、复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一个人是单数，咱们俩就是复数，对不对？所谓的复合类型就是什么，在复合类型的变量里边，一个变量可以存多个值，可以存多个值，这些都是后边咱们重点会用大量的篇幅去介绍的。在 PRP 里边，复合类型就是在一个变量里边能存多个值的那种情况只有两种类型，一个是数组，一个是对象，这两种类型可以是复合类型。那还有资源和空属于特殊类型，那我就说这几种类型不像前边那六种类型，字面上是不是就可以理解啊？对不对？资源和空可以算是 PRP 独有的类型，比较特殊嘛，对不对？像资源，其他语言里边一般不存在，对吧？那什么叫资源呢？比如说，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一个文件夹，对吧？我现在想对文件夹进行操作，我打开的这个文件夹是不是一个资源？我只有打开它，是不是才能进行对能进行操作，对吧？一个文件我想操作它，是不是也得打开之后才能操作，对吧？那我打开这个文件，是不是就先打开了这个文件的资源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像后期当学的文件、目录、XML、图片、 Socket、 连接数据库，这些都是你要操作的资源，就相当于打开那个资源然后才能操作，操作完别忘怎么呢，关上，对吧？其实我前面开过的，你看如果这块哦，你看如果我开一个资源，你看我不关上，对不对？那假如我再开之类的，是不是就会有异常啊？是不是发生啊？看到这种情况了吗？那这块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用完的资源呢是得关上。比如这目录打开，如果不关的话，你看下边会有很多很多个目录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占着系统的资源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用完的资源要关掉。当然了，资源类型不是咱们在这儿重点说的，后边咱们会遇到会详细的说，因为咱们目前前一部分咱们要学习的都跟标量有关，像数组、对象、资源，咱们后边都有大量的篇幅去处理。那还有空类型，空类型如果一个变量被赋上空，就相当于这个变量被 unset unset 什么意思啊？对，一个变量如果被赋上空，就相当于在内存中把它清除了，清楚吧？就相当于没有这个变量。所以呢 onSet 就 unSet 那个函数和变量赋上空是等同的，同一个意思。那八种类型咱们就稍稍证明一下这八种类型，好吧？我们还是把程序打开，咱们就用 test 这个做测试，咱们看一下。那咱们看一下弱类型的这个是不是由同一个决定的。我现在就声明一个变量 $var 是一个变量名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存上 TOUE 真假值，那我现在再用这个 var 下划线 DUMP 看一下，我这里边打印 $var 然后 echo 一下br 看一下，我这块再 echo 一下，以下是四种标量，这是一个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看一下，我现在 var 赋上 true 这个打印出来就是什么，就会是 BOLEAN 布尔型类型。那我重新把同样的一个变量我赋上一个10，它就会变成什么类型啊？整型，它是一个整数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是复数，也可以是小数。那这块 int 整型会打印这个。如果我这块把它附上一个
10.12 是不是一个小数啊？那它就会是什么 float 浮点型，听懂吗？如果给它附上一个用双引号引起来的，比如说 hello world， 对吧？那我们这块再打进的就是什么字符的串，看到了？所以同一个变量 VR， 我附上四种类型的数据，对吧？这个变量是不是在赋值的同时，变量类型就跟着变化了？这是别的语言想都不敢想的，只有弱类型语言才能做到这一点。变量是什么类型，决定于它存的值，对吧？那标量的值就这四种情况：布尔型、整型、浮点型和字符串。那我们来打印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看一下以下四种标量：布尔型真。整形的10，浮点型的这个，字符串的 hello， 对不对？长度是11，是不是都给我们打印出来了？对吧？四种标量。那其他类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样打印出来啊？对吧？再输出，以下是两种复合类型，也就是什么？我们能打印出什么的？能一个变量能存多个值的，对不对？那当然说这个咱们在这儿学不太合适。只是咱们先看一下，简单看一下什么，看一下样子而已，因为咱们会用大量的篇幅去讲数组和对象，对吧？所以在这块大家只是认识一下就可以了，我不用太多的解释什么是数组，什么是对象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块用 ARV 这个声明多个值 1 2 3， 跟其他的比是不是存了三个值，对吧？那我这块 class 声明一个 demo 类，在这个类里边 ，var dollar for one 等于10 ，var dollar for two 等于20 ，var thre 等于30。不加这个，然后我在这块把这个 var 附上一个。对象，我现在也不用跟大家解释什么是对象，因为咱们都有大量的篇幅去处理，对吧？咱们现在看一下它是不是这两种类型。那通过这个会，这会打印什么呢？这会打印 ARAY， 这会打印一个 object 对象类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以下是两种复合类型，在这变量里边有三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对象，你看这是一个数组，里边是不是有三个什么类型的？整型。对，这就是谁的作用啊？对，这个复合类型的作用，存多个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两种特殊类型，两种特殊类型都有什么呢？再来一个，以下输出两种特殊的类型，对吧？然后我再同样把这个粘过来，一个什么资源类型，对不对？资源就跟咱们实体的磁盘文件或者是关联的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文件目录、数据库之类的，对吧？比如说数据库，我想处理数据库，那是不是得把这资源一起打开啊？那我这块比如说用一个 MySQL 下划线 CONECT 连接本机的 localhost 的用户名是 root， 密码是空的。那我现在要想处理这个机器用这个用户名密码登录你的数据库，是不是返回来就是一个资源？什么资源？数据库资源。对，然后我这块附上空资源，咱们也不用太多解释，先了解一下，咱们后边的课程都有大量的篇幅去介绍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打印的是不是，往下看一下，这是不是资源 MySQL 的连接空，那就是空，对吧？就没有这变量。这就是跟大家认识 PRP 对数据上，就是变量存的值上，一共分8个类型去存的。那每个类型呢，简单的有个介绍，后边呢咱们所有的类型都可以详细的说。那最简单的就是标量的理解，对吧？也是咱们这节课的重点。像复合类型、数组对象还有资源，都是后边大篇幅介绍的。
所以呢，咱们在未来的几节课里边，先把标量的类型先学好，好吧？好，那这节课就教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